心头疼，酒少都爱无色命。我是天顶的迄个十八罗汉，下凡投胎来出世的，就是吼、要来救世万民。我委屈踮咧这个吼西湖林温室的所在，伫咧教化人类。吼、我的责任足重大的，足无简单。我今嘛，护国军师啊！身份地位拢无同款啊，所以这味啊才治袂调。食菜人无适合做官啦。来，除了有钱，透早爬起来，永远无代志。归起来，逐天拢啉烧酒，今仔日就袂见啉。我喝只烧茶咧，我唱唱，奇怪啊嘿！无代无志，煞伫咧拍脚手，吼、突然中间心血调一下，啊，但是甚物款代志，让我出这一算，啊，海溜溜咯，代志大条，赶紧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所以你做代志啦，真啦，慢慢点点的多多多多，到位呀，哦，劈掉，哦，这狐狸仙哦有够大的，看我准备破功打斗，助将这狐狸仙改化小九十元。然后轻松起来了，皇帝啊，皇帝啊，什么时阵在困啊？你睡呀，你睡呀，哎呀，我就是谁？原来这公贤书，为谁又来个傲强的？有何之事呀？哎呦！还甲派大女讲走恁厝内，你拢无心机也无感觉。吼、太平年间并无大风小事，我哩这么紧张，到底发生何故呢？哦，代志足大条的呢哈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哦今日注定有去外面的所在，下车我无。你当物件我无食。我哩讲，唔是天顶的鸟啊哦，是地下鸟啊，哎，暗对啊。刚刚吼，下迄个灰尘染料，你讲下地，我哩听一个，吼、哦，安尼用用你阿爸安尼讲，我哩收着了，哦，你收着来呀，说一家一年一天往后三生的所在表现下来，有一棍火力。我飞天数字验过嘞，火力重尽消息无影无踪。啊！我这话刚叫来，敢讲有啥物事故发生吗？你写着狐狸，不错。你无甲写好死，头毛准备甲伊逼起个鸟仔包，头头甲拄，
伊会知影，伊都消息无影无踪，你敢无听到？哎呦，我有听到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都要甲邪恶死，啊，你竟然甲邪恶死去互走去咧，你敢知你只狐狸哦，即个新兴运动，跳工来才要找你报复啊？安怎报复？哦，报复哦，我甲你讲哦，即摆哦，你迄个哦，护国大神李金龙已经互压到甲着所在要杀呀，你知无？即摆护在鸟人身上，三。何以报仇？我是丢在骄阳身上。哎，听着，大哥，心中呀，心中。好好争气啊！啊，若到对的所在，要来处置。